2019年春天刚来，星际争霸主播三炮、主指导、百万等组织的线下聚会，履行着下一站再见的诺言，赴着和春天的约会，来到了鹏城深圳。深圳一直是星际争霸活跃度很高的地方，这次聚会也不负众望，众多水友如约而来，活动工作人员也早早开始了工作，又一次的星际聚会故事开始了。上午是签名报到的时间，早来的水友一进门就看到了东海在打彩彩，这样一场训练赛让大家一下就兴奋起来，前端激情对抗，后排才情迸发，或现场解说，或点评，黑与蜜欢笑一堂。虽然神皇这个海盗团杀得很爽，但是还是没打。作为全村的希望，人们把吴磊称为加泰球王，所以我们称一声猜本座，同样希望星际元素更加丰富多元。大家好，我是星际猜猜。猜黑与猜蜜，其实这个没办法严格的去界定谁是猜黑谁是猜蜜，这就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猜黑猜蜜我可以把他们都当成猜蜜，只要在关注星际。大家好，我是景三。我现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2019年第一届星际争霸线下聚会的现场，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签名墙，上面有所有参赛选手的签名。跟随景三视角，就可以了解到比赛气氛有多高涨。而众多高手的到来，让这次线下赛成为近年来少有的高水平对决，杰弟、东海、一哥、猜猜等知名选手都未能进入八强。然后这次比赛呢，可能运气还有点不太理想啊，然后跟战魂就是分到了同一组，然后就很早的就被淘汰掉了。这个就是稍微有点可惜啊。没想到，本来是抱着夺冠的实力来的，然后直接八强都没有进，然后遇到了我们的杰里哥啊，然后还有战魂、疯子、霸王枪，还有罗贤、334、一哥，很多很多的高手都在。我想不到在这么久了，还有这么多的一些顶尖选手还在坚持。虾皮、孙家骁、皮皮鲁等人，让战魂、疯子这些大咖都遭遇了失败，不禁让人惊呼比赛的激烈。这只能说明我跟你说，以前的那些选手都很强。我觉得这次比赛办得很好，就以前也参加过不少线下赛，我觉得现场很多时候组织的都没有这次好，而且这一次参加人也挺多的，高手也很多，我觉得就这一次来可以说是 不虚此行吧。比赛的话，我本来我没想参赛，因为我也是蛮长时间没打了，最近也工作忙，差不多两个月也没碰星际，然后分组真的是运气非常好。那看到这么多星际的或者在大家聚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那星际这个游戏还有这么多老粉丝，星际还在。最后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到了两名知名选手身上，他们此时已被逼上悬崖，后排观众屏住呼吸。一名刚从珠海游渡上岸的人来到主播室，捏紧耳麦，扣人心弦的时刻即将到来。好点，好的，运输机点，运输机点，运输机这时候有点尴尬。好的，电池加的非常的 nice。三次受损，损失非常多的一个运动期。全部是草皮，怎么对付这个金甲虫？收起！收起了，漂亮！后排补充了后排的电池，看看点掉，我没死，我去！又点掉金甲，三次都守不住了，这边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其他皮肤上没什么用。
砸了两个硬币。超级精彩的一场比赛，20个，三四防不住了，防不住了，二矿已经全面崩塌。那我们还往回撤，看一下点到一个金甲，能不能收起漂亮，吃掉这五炮，再来一炮，点到金甲，好的，双甲被点掉，三四这个时候好像守门的是二矿，魔仙这个时候反而被反打出去了，局势又反转了，我看一下，罗仙这边想点。看一下，点到了三次的运输机，但是金甲还活着，而且这边为了抢点这个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感觉罗仙经济了，经济，哇塞，这完全是反转啊！我靠，这完全是反转！当我以为三次赢了，赢的时候罗仙赢了，但我以为罗仙赢的时候三次赢了，我去，哇！不料一上来就这么精彩，我靠，我不行了，我的嗓子受不了了，我操，他妈搞死我了，这操作也很关键，对啊，手术也上不去了，看去劣势太大了，心理震荡，我就问你精不精彩，现在还能打，我就问你精不精彩，直接挂掉我，看看我，我跑过来第一局比赛，你不以为自己赢了，对啊，我都以为赢了，那就不要以为你赢了，我操。一天碰三次，是种什么感觉？跟那个罗旋打，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们有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紧张的比赛先暂停，聚餐时刻到了。大家或讨论下午的战斗，或相聚畅谈星际往事，或举杯叙旧，这也是大家来到聚会的目的之一。正当大家对新一天比赛拭目以待之时，谁都没想到一桩悬案却到来了。昨天比赛的主角罗贤失踪，没有来到现场。在多方工作之后，组织方决定他的八强名额由众望所归的两名人气选手对决产生，这就是彪哥猜猜。彪哥字威武霸气，好星际真汉子，把星际理念和人生哲学结合运营到完美的星际选手，星际争霸活动家。这一两年，不是这今年吧，去年啊，三炮是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啊，然后呢节目办得也非常好，我也经常看，然后呢未来也希望他继续单身啊，然后就有时间可以把这个星际争霸这个游戏这个节目啊继续办下去。未来我们很多热心水友啊会继续支持星际争霸这个游戏。预选赛斩落一哥，练习赛也曾在谈笑间灭掉猜猜，但是在这次对决中，彪哥却立时收手，送猜本向前。猜猜也不负所望，在四强战中战胜强敌五条鱼。以前在浩方那时候申请一个 ID 嘛，这几个只有新的 ID 才能挤进去，然后我开始就从一条鱼、两条鱼，一直到五条鱼，就这个样子。八进四的时候是打罗旋，也准备了一下 POP 的战术，然后突然拆本之后从复活组杀上来，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最后，阴沟里放了船啊，反正也没想到吧。这次比赛，虽然说有遗憾，但是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这种聚会在现在这个现在星际末年也是越来越少，也还是感谢这次赛事的赞助人彪哥啊、龙哥还有果冻哥，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参加这样的聚会，谢谢大家。回看这一上午的戏剧与反转，其实罗贤在回答景三提问时，一切已是伏笔，真可谓谁人说我非猜密。那请问你是如何证明自己是猜密不是猜黑呢？就这个问题嘛，其实
我是间歇性的转换的，但是我觉得我对猜猜来说的话是有帮助。经过近两天鏖战，战魂杰斯达一路走来，杀到了决赛。而在二 v 二的比赛中，战魂凑合组合立刻各路强手，与疯子 VIP 组合争夺冠军。当战场尘埃落定，战魂铸造了此次线下赛的辉煌。先生们，现在是我们2019深圳线下聚会一 v 一项目的颁奖典礼。我们先有请一下一 v 一项目的三位选手们，我们的蔡本部先来吧。好，走。还有一个有请我们的霸王枪，杰斯达，来吧！来吧！好，还有我们的战魂，谢谢家，恭喜啊！恭喜蔡本座，来来，蔡本座，他们可以带一下，蔡本座能吃饭钱呢，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参加这个线下比赛，然后呢，特别要感谢的是彪哥，彪哥放了我一马。非常感谢大家，特别感谢彪哥、龙哥、果冻哥的赞助，希望中国星际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有请我们的大家的偶像彪哥来颁发本次比赛的冠军。好，恭喜战魂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14000元的一等大奖，掌声。就是谢谢赞助的这位各位老板，还有到这里观看的水友，还有谢谢我的对手吧，谢谢大家，希望我们比赛越来越多吧，挺喜欢的。四等奖啊，他和他的对手阿坑，在这次二 v 二比赛当中是斩了很多的高手啊，拿到了第4名啊，恭喜你。然后有请我们的妖哥来为我们颁出3等奖，来，恭喜啊！好，3等奖，哈哈哈哈哈！三一三四跟一哥，是不是有点颁冠军、颁冠军奖的感觉？好，那请我们的龙哥来颁出亚军的奖牌。我们的亚军疯子 VIP。好，那最后是今天的冠军，也是我们的一 v 一冠军双冠王，我们请彪哥来为战魂和凤凰两名冠军和平。太强了，咱们喜欢开心啊！战魂这次线下赛。就心情很激动吧，然后我来这里其实就是奔着冠军来了吧，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大家一起聚会嘛，我觉得这种比赛以后办多一点嘛，多办吧。这次比赛我觉得很久没有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了，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参加这种很多很多选手来在网吧里面打比赛的这种感觉，就有点找回了以前打职业时期的那种参加那种分赛区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分赛区的一个比赛。全部网吧的人都是在打星际的，然后可能发挥有点紧张吧，然后很久因为很久没打这种比赛了。一路走来，都有热心水友在身后观战支持，每一场胜利或失败，大家都同坐相谈，聚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交心的平台。是看站在罗旋后面看他第一视角，确实跟平常看直播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星际争霸给我们的魅力，这也是在线下才能够体验到的真正的魅力。第一站是长沙，第二站重庆，第三站深圳，这举办的线下赛一站比一站好，越来越好。两天的时间，众多精彩镜头让人印象深刻，十余分钟影片无法一一阐述，但此间深情却是永镌刻于人们的印象之中，无法挥去。镜头后，
百万和工作人员用辛苦成就这欢乐聚会。三跑朱指导作为组织方，承担了前中后期所有辛苦和压力，以及在经济上的付出。334，这位人们眼中的潇洒 boy， 见证星际多年风风雨雨，对于星际的之后也说出了心里话。不，因为大家年纪都大了，大家也都可能是各奔东西，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我们都有朋友已经是移民国外的、出国的，所以说大家想要再聚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我们30多，可能马上40多、50多，对吧？慢慢的，可能就聚不到一起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阿龙说过一句话，就如果没有了星际，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伤感的一句话了。如果没有星际，我们应该不会相识和聚在一起。杰斯达会在影楼为漂亮新人清洗照片，景三不会练习这款与他年龄相近的游戏，也不会与大家相识。猜猜在家照顾孩子后，在电脑前可能只会打开娱乐节目轻松一下，不会苦战星际到清晨。没有星际，战魂会在广西观海，朱指导会在湖南听雨，三炮也不会离开北京一路向南。我们不能动晓未来怎样，但现在在这路上有万千水友还关注热爱，有彪哥、果冻哥、龙哥等老板不计回报的热情付出，有各位选手积极参与，还有许多许多。初听不知曲中意，回首已是曲中人，一路上有你，星际不会散。Are you OSC?